咱家男粉来到访谈啊！我问你，你喜欢怎么样称呼你自己呢？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我的室友都称呼我为三哥，然后就一直这么叫下来了。正好三也是张哲瀚的幸运数字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那请问你是什么类型的海蜇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不太清楚海蜇的类型分为哪些。要是我自己说的话，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偏向于是叛逆型的海蜇，就是别人如果是去诋毁他，那么我就会更加的去了解他，去支持他。如果别人呢去诋毁茶叶店，像我本人自己就特别喜欢爱喝茶嘛，就会买各种各样的去茶叶。然后如果别人去诋毁潮牌，那我就会去买更多的潮牌。哎，你能给我讲一下你是怎么样落井折坑的吗？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听说过他，因为身边的人有一直在喜欢他嘛。然后至于自己主动去了解他呢，其实是在去年的七八月之后，因为那件事情发生，导致我身边的人每天都心情比较差，然后隔三差五的就大哭一场，这让我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兴趣吧。然后我就去网上，然后包括向我身边的人去主动了解这件事情的始末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网上的留言其实蛮离谱的，因为我之前在部队也待过，所以对这些事情，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认知。再到后来呢，就是也逐渐的接触了他的一些综艺，然后看过一些那个。之前的采访就是打篮球的那些片段，还有就是《山河令》也看过一点，然后渐渐的就会发现这个人身上呢有，蛮多挺好的品质，包括坚韧的意志，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打动我的，后来就渐渐的粉上了他。那你能说说你喜欢怎么样称呼他吗？喜欢叫他的大名张哲瀚，因为他年纪比我稍微年长两三岁，所以有时候我也称呼他为瀚哥。好的，好的。既然你刚才说过你曾经看过一些岭吧，那么我想问问你，这个看完岭，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？没有完整的看过《山河令》，但是看过很多的原声片段。最打动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呢，是阿絮跟王爷吵架的那一段。我觉得那一段应该也是最经典的啦。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刻，阿絮的爆发力跟他的情绪都达到了极致，跟整个人物都融为了一体。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那除了零之外，你还看过他其他什么剧集呀、综艺呀、舞台呀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剧集除了《山河令》没有看过其他的，然后综艺呢，看过他上《
快乐大本营那一期，他被泼粪跑来跑去的那一期，然后还看过《中韩梦之队》跟那个企鹅全明星赛，我记得那一场他也是拿了 MVP，那个时候他应该还不是很火，我记得一开始打比赛的时候，全场给他传球的人也比较少，每一分都是他自己拼尽全力得来的，我觉得他的篮球技术真的非常棒。那我想问你一下，那个他的演技在哪一刻打动到了你呢？我觉得可能是《山河令》晒太阳那一段吧。最不容易的就是一个男的，而且他还是一个直男，一个钢铁直男，竟然能对着另外一个男的，眼神流露出深情。我想那一刻可能他就是阿旭，然后，对面就是他所喜欢的老温吧。你能跟我说说你最喜欢他身上的什么特质吗？坚持，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。比方说他要是决定去骑行的话，不管多么艰难，他都一定会到达这个地方。比方说，他想要开演唱会，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，即使是在现在这样比较困难的境地，我想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样的想法，也一定是，做了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达到这个目的。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身上都没有这种品质吧，这真的是他最最可贵的一个地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特别的接地气，我觉得其实很多明星在大家看来都是喜欢端着的，而张哲瀚给我的感觉就真的不太一样。他虽然说我们是隔着屏幕去看他的，但我觉得真的能跟他处在同样一个，处在同样一个境地吧，就是同样一个平面里面，这一点真的非常棒。那你入了折坑以后有什么改变吗？第一个觉得自己变得能更加的共情别人了吧？以前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冷眼相待的，后来呢，就是遇到一些事情之后，就会更加的去理解别人，去共情别人，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变得更加潮了，因为之前在店里面买了很多的潮牌。在此呢，我也希望，韩国家的潮牌店越做越好。然后第三点，我觉得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变化就是，给我的低年级的同事们，一直都有在普及，张哲瀚的事情。因为在大家传统的印象里面，我，都是比较高冷的，就是也不会，向他们表露一些，比较有趣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后来因为很多低年级的同事加入，在有一些交流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会说到，娱乐圈的一些事情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给他们，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的跟他们说一遍，让他们去传播给更多的人，让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晰。那我想问你，你为了追哲做过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呢？倒是有个事情，也不算是为了追他，我是被动的陪一个人去参加他的一个活动，应该是在7月中旬，那个时候的杭州应该温度已经接近40度了吧。我是一大早去应七七那边排队占位置，然后那天的天真的超级热，我的衬衫都湿透了，后来呢，却被告知活动取消了。我记得在大家得知活动被取消的那一刻，之前等了大半天的那些女孩，就一下都全部都蔫掉了。然后，后来我记得应该是汉哥发了一个微博，叫
大家都就是要高高兴兴的。然后，本来我安慰了很久都不见效的我的身边的人，突然一下子就跟打满了鸡血一样又活了过来。其实想想也挺无奈的，不过我也觉得挺有趣的，可能是，对，不是可能是一定，我觉得喜欢汉哥的人应该都非常的可爱吧。如果有机会对他说一句话，那你会对他说什么呢？可不可以不要就一句话？我想对他说两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，希望他，能够，以后的日子一定要振作起来，然后，把未来的路好好的走完。我也希望他能够，重新的，回到大家的身边。那第二个事情就是，如果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有机会开演唱会的话，记得给我2张门票，可以吗？听见了吗，小哲？2张门票，OK，2张。如果可以预订门票的话，可以给我5张门票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好吧，订票业务我们以后再说啊。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最近在海底世界准备做一些什么呢？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，只能尽可能的去支持汉哥的事业了。那你喜欢看我们搞什么活动呢？最希望每次他的照片出来的时候呢，不要无限的放大某一个部位，稍微低调一点，也考虑一下其他男生的感受，当然了，不包括我。开玩笑的。那个女生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顶多好色罢了。我的天呐，好吧，好吧，知道了，收到，收到。biu biu 小哥哥来海蜇访谈，非常愉快吧，跟你隔空对话，希望你能够事业顺利，生活快乐，谢谢。坚持，我觉得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坚持，坚持。